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夏天出油严重怎么办。一到炎热的夏天，皮肤就会很容易出油，特别是油性皮肤出油更为严重，对于我们热爱化妆的姑娘们就太不友好了。一，做好护肤，多敷面膜，保持肌肤水润度，水油平衡，自然就会减少油脂分泌。二，化妆时精简化妆产品，过于厚重会影响毛孔呼吸，不仅出油严重，而且会容易晕妆，不够美观。三，使用定妆产品可以抑制油脂分泌，防止出油过多。